嗨，你好，我是胡细如，我是在台湾生的。我很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就离婚，然后这件事留了很深的伤痕在我的心中。当我妈我八岁的时候，她再婚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就搬到美国。可是那个我新的爸爸还是一样的，就是比较冷漠那种，不了解怎么表达他爱我。我心就是很渴望一个爸爸的爱来充满我，来让我觉得我是值得有价值的人。那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的朋友就请我到一个青年团契的敬拜，青少年的敬拜夜。那时候我就真的深深的感到圣灵透过音乐触摸到我的心，让我感觉到父神的爱就是我一生中一直在追求、一直在渴望的。在那个同时，在那个时刻，我也发现说，神创造了我是为了要爱他，是为了要追求他。我一生所渴望的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张扬他的荣美。